相信培植石榴盆景的朋友都有一个非常苦恼的问题，就是石榴花虽然多，但是坐果率却很低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提高石榴盆景坐果率。一、浇水施肥。石榴萌芽后就可以施肥了，每半个月施肥一次。生长期如果是气温高的话，需要注意浇水，可以在盆景周围的地面和叶片上喷洒水雾。但是到了花期的时候，需要注意浇水和喷水不可以喷到花上，这样会影响坐果率，在雨天或者梅雨季节需要适当避雨。二、授粉。石榴同一株授粉坐果率是极低的，不同花株之间互相授粉才能提高坐果率。如果是不同种类的石榴授粉，坐果率会更加高。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毛笔沾上花粉，然后和不同盆的石榴花进行人工授粉就可以了。三、疏花疏果。由于石榴花量大，所以要注意疏花，可以把中状花梳理掉，因为中状花不能结果，保留筒状花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养分，从而提高坐果率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盆景小知识。